谷子乔呢日就嚟到 TVB 录制抗疫歌《逆境同行》，希望可以为大家带嚟正能量。不过最近由于疫情嘅关系，哈娜嘅工作都有受到影响。现在是为了疫情的一些活动去做一些慈善的工作，还有就是比如说今天的录音，然后其他工作大部分都真的取消跟改期了，对。另外提到最近原定拍摄的剧集最终就因为档期问题而取消， Hana 都觉得很可惜啊。因为之前套剧就有些原因是就没拍到，公司安排转了角色希望可以尽快都开工，是因为我真的很想拍的，啊，所以希望可以有这个机会可以顺利地去真的拍一次剧。